这发雷霆冠军的双手延扣，绝对足以问鼎本周五大好球。富邦勇士前锋包提杰在面对达兴的比赛中杀红眼，这位华裔菜鸟在即将到来的明星周将领衔主演灌篮大赛。 搭配台皮洪宗翰与浦原王律志两位一年级生，而TJ的主要竞争对手一般预期将是第11季灌篮王台银郭少杰。包提杰今天先发3个 field goal， 通通都是暴扣，宣示主权，意味浓厚。这个比赛就有机会，所以切入的时候就可以灌篮。对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赢过那个灌篮赛，所以就是看这次可以做什么。 包提杰大学时代曾经靠一记双手反扣拿下灌篮大赛冠军，这一回可说是志在必得。相较之下，三分球大赛则是百家争鸣，一共有12名射手参战。上季三分球王吴焕雅近来手感火烫，但他要面对强力挑战者，由外线命中率直逼40%的小胖洪志善，以及 SBL 史上三分球王吕正如。洪志善吗？他和吕正如，他们两个都算出手。 快，然后又稳定。我觉得余焕雅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，我觉得他最近状况很好，然后是需要特别提防。志在参加了，但希望如果能卫冕的话，也是很好。虽然我们在火药味，但14号台皮玉龙明星赛程最后交手，男魔圈外线6投3中，强压6投仅1中的余焕雅，看来从来没拿过三分球大赛冠军的史上三分球王，这回不会让小老弟专美于前。YTV 新闻综合报道。